事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不同
弥陀佛，欢迎各位不断的收看生命电视台。生命电视台的目的就是要实践佛陀的大慈悲的利他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又成立了淮海教育基金会，来负责学校、监狱、医院乃至老人院、弱势团体的关怀。所以希望各位加入淮海教育基金会，护持他，推动他，来完成佛教徒的慈悲。阿弥陀佛。关怀来自富有的心灵，淮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关怀弱势，打造心灵均富的港湾。护持账号5005-9824，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波罗蜜，波那波和那舍耶，达他。